每天无忧无虑，四处蹦蹦跳跳，是一般孩童的生活写照。不过四岁的李雍和却没有那么幸运，他在今年一月确诊患上罕见的球细胞脑白质失养症，需要筹集210万令吉善款到美国接受骨髓移植手术，才能够保住性命。眼前这名活泼可爱、身穿蓝色上衣的李雍和，原本应该开开心心的在幼儿园和朋友尽情玩耍，不过他却患上一种罕见的病，身上缺少酵素，导致他双脚无法正常行走。他目前只能依靠着辅助工具，一步步往前走。李雍和有一位双胞胎哥哥，一岁那年哥哥已经开始学会走路，不过李雍和就只会爬，时不时还会全身抽筋，让父母担心不已。这四年来，父母带着李雍和到处求医，却一直找不出病因。直到今年一月，吉隆坡中央医院确定李雍和患上了球细胞脑白质失养症。不过由于我国和新加坡都缺乏这种医疗科技和医护人员，如果坚持让李雍和在新加坡进行骨髓移植手术，他就必须承担35%-40%的手术风险。这个疾病已经导致李雍和手脚开始僵硬，视觉和听力也受到影响，未来可能无法正常进食。如果不动手术，孩子大概只能活到10至15岁。我曾同我老公吵嚟，因为我老公就讲唔可以做，你讲等啫，因为讲如果做嘅话，可能即刻我哋就冇咗个仔。今年一月，蒙丽萍得知美国一家医疗研究所可以为李雍和进行骨髓移植手术，手术成功率更是高达95%，只要配合治疗就会有一线生机。但是手术费要价50万美元，相等于210万令吉。爱子心切的蒙丽萍决定求助南洋报业基金，向公众筹集善款，希望可以在短期内筹足手术费，让李雍和马上动骨髓移植手术。我希望可以籌到足夠嘅錢，係咯，足夠嘅錢俾我帶我個仔飛去美國，係盡快嗰只咯。由一伸出援手的善心人士，可以将善款汇到荧幕上的银行户头号码，给李雍和小弟弟一线生机。NTV7 综合报道。